信耶稣的人，不免用面对大灾难吗？来看，圣经讲，耶稣讲，这是灾难是对我们好的，是应许来的。来，一二三，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了。圣经讲，耶稣说，你在世上有苦难的，不会满路玫瑰花的，你路行路上呢，好像你来宾这样，不是的，你不是潇洒走一回，不是夜星文唱的潇洒走一回的，你在世上有苦难。啊，接下来，而且苦难是有益的，大家讲有益的，有益的 ，OK。但如此，就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这是保罗讲的。然后再看下去。给约翰也是这样的，这样受苦受难，因为他立了一个榜样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约翰也是为耶稣受苦的，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经文 ，OK， 斯梅拿教会是这样讲的，一二三，你将要你将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字，你不要至死忠心。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经讲什么？你们不要至死忠心，意思说你受苦不只是受不了，甚至你要赔上性命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仰所强调的一个信息来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？很多人要信耶稣但是不背十字架的，那信耶稣不背十字架 的基督徒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将来你要面对的苦难还要难，还要难，还要苦。所以结论，主的日子近了吗？你自己讲吧。我相信心目中已经，我讲的这么恐怖，也不是我讲的，可能是圣经所讲的话来的。你自己酌量吧，让我们再一起看。